这支账号我前阵子也抽过啦，就是之前拿来抽变身那个坐看云起时嘛，他已经普拢啦。那我们就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帮他止娃，他已经做了13次还是14次了，40万赚挑战止娃中。我们今天帮他抽止娃这个技能有点屌，他先魔夺，然后再魔夺，再用这个起死回生，再设定这个烈焰，然后再普攻，有点狂啊！魔夺烈焰普攻，所以他保持他的魔一直是满的，然后一直靠烈焰，太屌了！原来法师要这样设定啊！等级44等，屠龙者装备加6，哇干，这什么装？你老师神官法好，蓝装已经，哦哟，蓝装哥哎，蓝装哥，蓝装哥，蓝装哥，哎呦！蓝庄哥啊，蓝庄哥，蓝庄哥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有点东西方，来到了84，目前正义值3698，感觉是杀了很多韩国仔，哇哦，他妈的爱国英雄啊，真的是民族英雄啊，精灵，民族英雄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的魔法娃娃，据他本人所说，已经合了14次还是15次，我忘记了。红娃的卡池应该已经补满了3张而已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帮他。合成哦，他已经重复一张巴风特，所以我们再帮他弄3张就可以合一次，看看能不能出3张巴风特啊，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。40万如果超过3红你屁股炸榴莲，算了啦，你等一下就去改 ID 了，如果我超过3红你也不会炸榴莲。好，来抽卡，来，哎呀，第一张试试看，试试水温，靠腰，来，没事，我们换个，我们把这个重置一下。红卡目前0，蓝卡1。来，再来一张。好想要紫娃，好想要紫娃，好想要紫娃。给个牙齿吧，牙齿，自信之牙，出来，自信之牙。没事，没事，慢慢来。目前红棋盘这么多，我有信心了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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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来了吧，今天的运势啊，感觉就是一娃七，感觉就是欧到八啊，停不下来哦，来，出来，牙齿，自信之牙，牙起来哦，牙牙牙牙牙，啊干，妈的，没道理啊，来，牙齿出来，靠北，又没有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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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红，来了来了，今天的运气我就跟你说不错，十万赚一红，十万赚平均一红，根本是轻轻松松啊，轻松打破平均哦、啊。看清楚我花多少，十万赚一红四蓝，超过平均，超过平均。第二张红卡要来了，第二张红卡，第二张自信之牙，不会吧？哎呀，没有，去你的，好，没关系。又没有，气死！哦，又来了是不是？不用强迫他来，他自己会来，他自己会来。看清楚，看清楚了。哎、欸，这红棋盘，你有看过这么高的几率吗？你没有。台服唯一欧洲代抽台，要代抽的请私讯令狐冲爷爷 FB。丁丁昨天真的超黑啊、你这句话我不同意哦，我要帮丁丁，我要帮丁丁抱不平。丁丁昨天真的超黑，这句话大错特错。丁丁是一直都超黑，好不好？这句话完全不对。我真的是替他打抱不平啊！你不该这样污蔑他。来，该来了吧？来一张牙齿了吧？哎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什么十万一红啊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抽几钻了？你们看看，我抽几钻？你们看看啊？看看我抽几钻？天呐、啊，16万赚已经2红7蓝啦！什么十万赚一红，这是骗人的啊！自信之牙再次展露，来喽 ！Gold teeth show up 啊！没有干 ，damn， 好，没事，又来了又来了，什么白给？到底什么白给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是白起呀、啊！秦国大将白起啊，来了金牙，哎呀，干没了，一直来啊，一直补蓝卡也不错了。好，蓝卡再一张，靠腰啊，又没有。
不该喊丁的，丁就是特别衰，这几天的丁不行。我错了，我等一下都不喊丁了。来了吧，干又没有。蓝卡十二，来，靠北。哎、欸，有了吧？靠腰啊，怎么还没有？靠北干。几率是不是有降很多？看我第一天抽，随便抽随便有。我今天也是还不错啦。只是这个娃娃后面好像尾盘有点绕塞啊。但是红棋盘出的频率蛮高的，只是说好像出娃娃，哎、欸、来了。如果再给我一张牙齿的话，我觉得就不亏。来牙齿吧。对啊，我干来了。妈的，这么多张来了，好漂亮。这样至少可以确定啊，一定可以合一次紫娃了，确定啊，一定可以合一次，一次到两次咯，漂亮，八方特来了，干又来了，海底捞月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还我公道，来了，今天我抽娃娃还是 O， 海底捞月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好，我们要合成了，进入到最后环节啦，准备来合成啦，这个娃娃，合成一下。好，开始合成。哇，这合成可能要合久了，40万钻，我要合到民国几年？我要蓝河红喽，蓝河红14蓝河红，合成，来吧，来哟，轻松之红啊，14张应该会开红吧？靠北啊，沙小，沙小，老天了啊！干丁老师真的是14蓝。有够黑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以这么黑啊？怎么会这么黑啊？哇靠！哇哦！这个合成，来啦，祭品啦，都祭品啦。就这个要中了，就这个要中了，直起来哦！啊，我等下中紫娃，我会抽出一台最新的 iPad 给大家。哎、欸，那如果你刚才有靠腰我，没关系，现在开始吹捧我。好，我如果找到一些证据，我发现你后面有将功赎罪，我就算了，大人大量算了。好，台北王力宏，那个我看到你了，没有错，你已经洗清你的罪孽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啊、哦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干净的白纸，一张干净的白纸，你的罪孽已经被洗清了，你已经用你的鲜血洗清了你的罪孽，很好啊、哦，爷爷好瘦，还可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那个阿明仔，你是猪，你是一条猪，我们要合成了，各位观众，自信合成，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死亡骑士，大家有没有两台 iPad 好抽？就看今天啦、啊，爷爷好硬，你已经洗清你的罪孽啦。这个观众，我看到你了 ，I watch you。死亡会不会诞生 ？iPad 两台有没有机会让我花钱送出去？就在这个 moment， 自信之啦，准备开讲啦！紫色的东西，拜托 jump out！ 这拜托紫色，干你娘！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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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，完了，完了！看来我大概可以预想得到聊天是要说什么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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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、啊、喜欢，不喜欢、啊、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呵呵。